欢喜呢，内心喜乐，就是儒家《论语》里面讲的“不亦乐乎”。这个喜悦是从内心生出来的，不是外面的刺激，这是真乐啊！踊跃，踊跃就是现在所讲的跳舞啊，欢心奋起，行于身口，手舞之，足蹈之，这是喜悦到顶点的一种现象。一毛为起，这是指遍体毛孔开张，汗毛竖立。欢喜到极处，有这个现象。反面呢，惊吓到极处也会有这个现象，这汗毛直竖。泪出，眼中流泪。这是感动啊，汗毛直竖，全都是在感动。听到这句佛号，听到佛经，深受感动的人，这个人就不是普通人。普通人不可能有这个现象。这么深的感动，就说明如是之人皆从佛道中来，过去生中生生世世修佛。为什么会这么伤心感动呢？善根发现了。前世临命终时，一个念头错了，就又搞轮回了。这是修行人最惋惜的一桩事情。那么希望这一生当中不要再有错误。如何能保证这一生当中没有错过呢？那就是真的要把事实真相掌握住，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时时做如是观，念念做如是观。我们临终那一刹那了，念头就不会错了。所以功夫都在日常生活当中磨练自己，生活是磨练，工作是磨练，处事待人接物都是磨练。磨练什么？把自私自利磨练掉，把名闻利养磨练掉，把贪嗔痴慢磨练掉，一切不善的习气统统磨练干净，然后肯定变法界虚空界，万事万物跟我是一体。这个观念呢，非常重要。
这个观念是佛知佛见的。啊，你想想，跟我是既然一体了，我还能有怨恨吗？我还会有嫉妒吗？我还会去障碍吗？不会了。啊，为什么一体嘛？啊，眼要看，我们全身的细胞都会支持他，让他看个痛快。啊，他痛快，我也痛快，个个都痛快。耳要听，我完全支持他听，听得清楚，听得明白。一体，没有一个反对。啊，没有一个去障碍。啊，那我们晓得，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一切人事物跟我一体。啊，这个人行善，欢喜赞叹；那个人作恶，我们就要给他这个念佛诵经呢，做善事。回向给他，啊，因为因果报应是真理呀，一丝毫都不能改变呐。啊，善业有善果，恶业有恶报。啊，那都是我们自己，都是一体嘛。